趁着这个长周末还没结束，还有两天，带他们出去走一走，顺便去城里看一看一看爷爷奶奶。嗯，怎么了？ I'm hungry。吃麻烦。吃完麻烦我们就走了，我给你倒点牛奶哈。晚上去爷爷奶奶那里过个夜，每次出去就带两个包，一个是衣服的换洗的，一个就是枕头，还有你们的娃娃。Can I bring this in the car? 嗯。Yes. Go, Carla.昨天胖子都把雪胎给换掉了，换上了夏天的胎。哇哦，冬天真的要结束了，花都快要长出来了。出发喽！耶、！What？ 真真长镜啊！以前呢，往年都是爷爷奶奶来。对，经常跑我们这边来，现在他们跑不动了。以前做餐馆的时候，在餐馆上班的时候就没办法，小朋友没，就是爷爷奶奶每一周要来两趟，就是太辛苦太累了，现在跑不动了。现在我们轮到我们出去看他们了。他们三个也算是从小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但是没用啊，这三个良心狗肺的哈。良心狗肺的，你们几个都把爷爷奶奶给忘了吧？啊，都跟爷爷奶奶不亲了，几年没相处，没怎么相处就不亲了。把那个天窗给关了，他说太阳晒。这个才是最值钱的 feature。我们今天不走高速，走小路。加拿大的地多大，一望无际。胖子说他喜欢走这些乡村小路，舒服。麦当劳中场休息，来吃个包。小朋友的第一选择就是麦当劳。I'm hungry。谁叫你呢？早餐不吃饱一点。Let's go。懂吗？这三个要分开坐。Finish and pay。19号，我在这个19桌，在手机上点方便，直接送到桌子里。我看到我的食物来了，这个小姐姐给我拿过来了。Thank you。我这个是鱼包，炸鱼包。我喝个鸡爪。你这个吃什么包？乖乖。Big Mac。我们5个人5个套餐，搞定。饱了吗？饱的也快。我们现在先去北边一个Outlet Mall 逛一圈。我们以前经常去，以前在多伦多的时候，记得经常一眼还坐那个婴儿车的时候，整天推着他，周末就去那里逛。 I remember。 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2个多小时。以前我们当初来的时候，这个 mall 非常小，逛一圈就没了，后来扩建了。但是扩建呢也没啥东西好吧，就是没有什么大牌子，就是比较普通的牌子都还有。是情怀。看着说今天逛的是情怀，就回忆一下。好了，就是这个 Outlet Mall， 它是一个室内的 Outlet Mall。这个胖子前面是胖子最爱逛的那个店。我们现在那个微波炉，现在家里用那个微波炉也是当年就是在这里扛回去的。以前开的是小车，那个微波炉都装不下，硬塞进去的。胖子最喜欢逛这个店。
微波炉仲有呢种？还有微波炉啊！这不是 Costco 买的那个微波炉吗？也才99块钱。呢、这个唔系，我哋系 Panasonic 咯。这家店都是卖一些厨房用具啊、小家电啊，价格很亲民。玻璃窗。玻璃啊，抹咩？砖啊都得嘅。3块钱。这里吸尘器一看就是退的，翻新的啊。买这些零件。例如一个。零件就比较便宜了。19.99，但系咪带晒？哎，这里是那个切肉片的机器，就是自己买一块肉冻起来，然后回来切片。老虎的电饭锅啊，90块，挺便宜的，好大一个，还是全新的。喂 ，Carlo， 别玩了 ，Carlo，stop。空气炸锅都好多款。今天的阿迪达红色标签有半价，看一下，就这里全部都半价吗？像这种 T 恤，剪完价15块钱再加税。这个小朋友的全部都半价。哎，娜娜，这短的多好看。那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吗？你这个穿了有年轻有活力的，你整天穿的黑乎乎的。No。这个半价是多少？35块。哎，看了先。那个80蚊半价。佢系要3号咩？唔紧要啦。4号。穿一下这个。定系黄色嘅喂。喜欢吗 ，Carlo？ 舒服吗？你走两下。够了。好吧。喜欢这个吗 ？OK。那就那个吧，这些都是半价的了，你喜欢吗？春天的颜色，还有这短裤也是。尊荣。你要买什么？买，即系唔踩单车都去尊荣嘅。呢度 510， 最起码要200蚊，今日系129，仲要系半价。我问清楚啦，系半价。即系60蚊。好抵。买翻去。你去年在美国买的鞋都还没穿哎。有，穿了已经。我没看到你穿。要买嘅，真系要买，太平啦呢对。唔买唔得啊。唔买唔得，太平。你买呢对一齐买啦。好啦，你去买单。冇咯，你唔买。我唔买。全部半价喎。我知。丹娜应该要买一对啦，睇下佢一对。佢话佢唔使啊，佢白色变黑色嘅，佢都唔买。唔好买白色啦。这里有一个卖吃的。卖甜食的，还有面包，还有那边火腿肉。我看着胖子在看什么，须台油啊，一只15，2只27。哇，是唔晒噶？咁又买一只？买一只先啦。系咩味啊？烟。烟味咧？烟味啊。即系好似当熏蹄咁食。啊。有呢个成块个五花腩喎，呢啲有嚿骨嘅先好食。30蚊，呢啲点食啊？就切开就可以食。切开佢，我谂住搵啲蒜头、啲醋点点。这边好多腌肉。呢间好出名啊，以前就系你。以前冇咁多嘢噶噃，而家好多人，有好多嘢。Whisky。还有试吃的，就是这个店啦、啊。这是什么地方的美食啊？哇，是德国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彪马的 T 恤，7块钱一件，这里全部都是7块钱。一人要不要买 T 恤啦？好多颜色挑。这边女士 T 恤，也是7块钱一件。其实这个mall很小的，逛一圈就没了。
我们差不多都逛完了。哦，我们去逛完耐克，我们就撤了。某，以前这个是耐克店的，现在改了什么店了？收获两对鞋，还有一个猪蹄、猪腿，也撤了。晚上我们订了苏西，去爷爷奶奶那里。好了，哇，三盆啊！三盆多少钱？130元。哦，130还好。最合最，他家是最合算。但是他依家好吃啲，我覺得。賺了幾塊錢而已。好吃過上次嗰間。嗯。上次嗰間麻麻地，所以我都係叫。走啦。我是李好。Hello， 爷爷妈妈。Hello， 爷爷。Hi。药膳鸡脚，净系鸡脚。系啊。哦，好，饮啲汤先。呢个系羊肉。哦，哇，有皮嘅。呢个羊肉贵咯。哦。几多钱一磅嘅羊？成12元啊！咁貴？呢煲嘢30多元噶啦。材料？淨係材料。哇！飲下呢個麻麻靚湯先。藥膳湯。今日食麥當勞嘅晏晝。今日成日成日淨係食咗麥當勞，捱到而家。驚啦！不了喎你。哎呀，你一伸手去就驚噶啦，係嘛？唔係，好。佢要嘛？Hello，Hello， 嗌伯娘啦，伯娘。爹哋都未識嗌係嘛？仲未嗌咩？夾唔到嗌下咁咯。嗯，佢要揾爺爺啦。好gentle啊！我要呢個抱，唔要你抱。去咗邊度玩啊？今日去邊度玩啊？係啊，嗯，去邊度玩啊？瞓過啲嗰邊得唔得啊 ？B 位，要再加張凳喎。係，我算一算。夠唔夠？夠唔夠？仲使唔使再埋啲啊？夠。嗯，夠㗎。今日 Murphy 有開咩？有啊。哦，我哋見好多超市都冇開㗎。係啊，糖人都係啊。唔係，我哋冇去糖人，淨係應該 Sobi 啊。食啦。我。就係我哋 Water 路個 Sobi 都冇開啦，已經。哦，今日 Costco 都冇開喎。哦，食個魚先。黑壽司，食啊食啊食。魚啊最好嘅真係。嗰間咯。上次買咩啊嘛？係啊，上次買一間唔好食。跟住我哋去完 Costco 都要兜落去。上次買一間唔好食。我都唔敢話，我都唔敢講。上次嗰間係確實係。